这个是今天的早餐，然后今天是吃奶油乌龙面，然后这个是鲑鱼卵炒蛋。他每天早上啊都一定有炒蛋，然后只是会搭配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照烧猪肉卷，然后那个卷里面会夹一些蔬菜。好，就是这三样。然后今天的汤是通乳鱼汤，它会发奶的，然后跟黑豆水。好了，我要来吃早餐了，然后 Kiwa 还在睡觉，我就先不叫他了，我先自己吃。啊，现在啊，卫福部改呢，一周要通两次啊，做快筛。我们来看看呢、啊，我这一个礼拜想说奇怪，怎么刚捅完，现在又要捅了？哦，这捅那个鼻子真的超不舒服的，刺到你的深处，顶到那个底。好的。这种擦鼻孔到那个底的感觉，它插进去还要再往下弯，要啊，要弯啊，然后再拉起来。没事啊。我很安全的，好了，安全。欸，他说要等两分钟，有人说要等两分钟，我们看两分钟见真章。好，各位跟大家分享晚餐的部分哦。这有佛跳墙欸，你们知道佛跳墙是长怎样吗？其实说真的，我没有吃过佛跳墙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这样看起来是好像没有欸，你们看，还是这个是佛跳墙哦。真的呢，还有这个菜还不错啊，鱼、鸡肉卷、紫米饭，赞啊！然后两个汤，四物汤跟那个麻油鸡。麻油鸡现在波波不太能喝啦，因为最近宝宝会有肾便，所以现在我们那个小儿科医生啊有建议说。就是一餐呢喂母奶，然后一餐用那个配方奶来喂哦，先把肾便解除，然后呢，汤的部分麻油鸡我帮宝宝喝好了，然后让宝宝去喝这个15度这个汤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的晚餐，其实我觉得还 OK， 两个人吃刚刚好，然后我们就来享用喽。